的话，你会叫对方叫爸爸吗？谈恋爱？这是白天吗？不是，就是谈点那些让人秒懂的时刻。啥去了？啊，没事，溜达溜达迷路了。我是你的鬼。你能做我女朋友吗？你是在开玩笑吧？我一个月就50000，你一个月就5000，你知道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随手一个包，你仨月工资就没了。但是我可以努力工作，我能给你买得起。你的生活就是活着，我的生活是。但是我赚的钱不多。原来爱没有遗弃我。江工，这怎么漏水了？哦，这个不是漏水，这个、不是漏水，这不是漏水吗？哎，这个不是漏水，不是漏水，这个，这是他们刚才在那洗手弄的水，在这儿洗手啊？洗手弄的水。哦，好吧，在这儿洗手。哎，美女，街头采访可以吗？嗯，可以。嗯，请问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口？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喜欢卡嗓子。走到喝走好好啊继续吗走啊过去啊不是咱们俩从小光屁股玩到大的我现在心情不好找你喝酒你不去你别给我抢这些没用的啊我们俩到现在光屁股玩呢鹏鹏你知道后羿的故事吗知道啊咱俩的关系啊就像后羿射下来8个太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8个太阳啊不明白女生不能经常看黄片否则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有以下症状第一记忆力减退第二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不懂就要问俺就想问一下子就是你们开车上高速的时候还没下高速车就开始漏油了你是加油门呢还是让车休息一会儿大家需要点什么吗给我来一果果渣你们图什么先生我要一果渣我要果渣。你要果渣呀？啊！你也过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想果渣呀？啊！我要果渣。果渣是你家没有渣吗？果渣。哎呀，咋的了哥？怎么了哥？怎么了哥？怎么个？果渣呀！我要碎果渣皮。是。我要碎果渣。哎呀！啊！擦！哎，哥，我要碎果渣皮。我要碎果渣皮。碎果渣。醒了吧？嗯，那一会儿想吃什么？嗯，我想吃你。又吃？你一天吃几次？我受得了吗？我。那我就想吃嘛。哎呀，细水长流啊，大姐。那你能不能满足我？我跟你讲，就你这个战斗力啊，估计方圆5公里之外，也就我受得了了。方圆5公里？啊、嗯，那确实。什么？哎，讨厌了，跟你开玩笑啦。好软呀。你怎么知道还软呢？老弟啊，回趟老家，给你还有嫂子带着点礼物来。嫂子，这给你的。大哥，你也有啊？破费了，老弟，快去换个好看。老弟，咱俩带来的，是不是？还不错。你看你穿上试试，指定能好看。哎，这不我媳妇吗？小王，哎，小王，干嘛去？咱茶叶没了，再柴一柴。你不去这儿吗？太冷了，我跑蒙圈了，茶叶没开门，走吧，回家。